近排真係超中意用焗爐焗嘢啦。我見到頭先雪櫃整翻薯仔，所以就諗住整一個我以前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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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中意食嘅 Daily France 嘅焗薯。因為既然要食焗薯嘅話咧，就唔可以理得咁多其他卡路里，簡直係我嘅童年回憶。哇！唔得，我覺得連薯仔皮我都要食埋。以前我唔食嘅，但係頭先我洗得好乾淨，所以可以食埋。哇，好味道爆，認真。同埋整焗薯其實超級方便咧，你只要先將薯仔焗4-5分鐘，然之後其他嘢你都係就咁放上去啫嘛。佢係超級方便，但係100分嘅好食。呢個水果茶又超級好飲，我係喺某間咖啡學翻嚟。佢其實就係茶包做底啦，然之後加入你中意嘅水果，然之後加蜜糖咧就做到噶啦。或者係咧，之前我咪有整低結創或者係其他糖葉嘅水果啦，你可以放落去沖茶咧，都係超級好味。同埋咧，因為我冇煙肉嘅關係咧，我就咁將腸仔算係半煎炸啦，所以佢而家咧都係勁脆卜卜，做到煙肉嗰只香脆口感。超成功，咁然之後試呢個先，呢個咧其實我又睇馬田嘅做法嚟噶，馬田真係我嘅師傅，裡面就係有牛油同埋，佢係落 sour cream， 但我用 cream cheese 啦，我覺得加分位係喺啲腸仔度，我食完兩個，但我已經飽到不得了，我實在太睇小薯仔嘅份量，所以呢一粒咧就會陣間食埋佢。焗爐真係好方便，自從買咗焗爐翻嚟之後咧，我整多咗好多唔同嘅嘢食咧，以前嘅話絕對係冇可能整呢一個嘅，好而家。剪片先，感謝馬田。其實頭先嗰個焗薯咧，我係睇呢條片嘅。最近我成日睇馬田啊，馬田，好耐冇見啊，馬田，好耐冇去台灣啊，好好啊，見到喺台灣嘅大家都可以成日出門。唉，幾時出門係變咗一件咁奢侈嘅事？拜託，我最近有睇《重環級》啦，佢哋其中一條片咧就係玩呢個線上夾公仔，咁我覺得非常之吸引，因為我本人其實都幾中意夾公仔。其實我覺得應該冇乜有邊個人係唔中意夾公仔。其實嗰個心理就係明明你可以拎嗰個錢去直接買嘅，但偏偏我哋人類就係中意挑戰難度，中意透過一啲困難經歷過一啲難關，然之後得到成果之後，嗰個滿足感係真係無法形容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就要嚟玩呢個線上嘅公仔。之前都有上過去睇啦，發覺佢哋都走喺時尚嘅尖端，佢哋裡面都有幾多好新嘅玩具或者係公仔嘅，就係呢一個假娃娃大師。哇！佢啲產品真係 update 得好快，因為咧基本上我係每2-3日就會入嚟一次啦，然之後每一次入嚟佢啲 product 都唔同嘅。佢呢一行就有唔同嘅種類可以俾你揀啦。首先 download 咗個 app 之後咧，就會有3張免費嘅試玩券。新用户首次儲值之後咧，係會送1張免費嘅配送券俾你嘅。然之後每次儲值超過5000點之後咧，再會送多張配送券啦。咁但係你首先要用咗你本身裡面有嘅免費配送券先至會送嘅。因為基於我最近真係好迷烘焙嘅嘢啦，我真係成日用我個焗爐，咁所以咧就要嚟夾下一個烘焙嘅小工具。今次我要夾呢個咧就係 waffle 機，因為咧話説之前我睇《超人回來了》啦，跟住又係 Kangeli， 佢同佢仔仔互動實在係太好睇。然之後 Kangeli 成日會用一啲唔同嘅工具去煮嘢食俾佢仔仔啦。咁啱啱嗰次我就見到佢用 waffle 機去煎牛扒同埋整飯焦俾佢仔仔食，咁所以咧我而家要嚟夾 waffle 機。哇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呢啲夾咧，同埋佢係夾盒啦，好難夾。我撐少少，我撐少少，歪啲佢就可以跌落去啦。今次係失誤，我以為會夾唔到嘢，竟然咁樣俾我撳咗落去，哇！
夾到公仔之後，記得要嚟呢一版寫清楚你嘅配送資料啦，記得要寫英文地址啦，同埋你個電話咧，一定要加翻國際區碼，即係譬如香港就852啦，台灣就係886，韓國就係82，如此類推。填曬資料咁佢寄出咧，大概需要3至7日到嘅時間啦，完全唔需要出街，你嘅貨物就會送到上門俾你噶啦，所以大家。趁最近在家沒什麼做的話，如果無聊的話可以試試玩這個夾娃娃大師。對，這是廣告。雖然今天不會出街，但是忽然間興起我想做這個髮型，可能大家會有興趣的話，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玫瑰茉莉。我自己覺得這個卷超級漂亮，但是因為懶的關係我隔了很久，我隔了差不多應該整年都沒有做，或者之後我在其他 vlog 的時候拍俾大家睇。成日聽到救護車聲，日頭做嘢真係好影響。by the way，我想同大家講咧，我近排好早起身。以大家所認識嘅我嚟講咧，我近排係11點、12點就起咗身，然之後都有做咗份。我琴日係點幾我就瞓著咗。好開心啊，但因為我是有事做，所以逼住要做起身。還有我想說今早呢是被兩個電話吵醒，一個是7點幾，一個是11點幾。韓國人是非常早就上班，7點幾他就會打電話過來了。那在剪片之前呢，回下大家的留言啦。片速度我很想一日一片，但是沒那麼多事發生，我都拍不切。皮膚好好，雖然現在生了一粒痘痘，但因為是 period 的時候，我生痘痘都是非常可以接受的。黑眼圈的話不夠瞓咧，其實就會嚴重很多，但是夠瞓的時候咧，我就會淺很多嘅。咁基於琴日雖然早瞓，但我瞓得唔係幾好的關係，所以而家係有滴燒到大家買新系列，唔使煎的肉類料理，咁可能是用焗爐會好啲。可以買個細細地嘅，唔使買到嗰啲好貴嗰啲，咁普通細細部就得噶啦。焗嘅話應該點都健康過煎炸。眼影好似有啲粗，我係特登噶，因為我好中意將眼底呢一個位化多啲，因為咁樣遠睇啦，或者影相嘅時候先會明顯啲。懷疑人生啊！呢一個睇 Gonna Copy 真係。但我覺得挺好飲的，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試一下。如果大家有電動打蛋器的話，如果手動打的話真的不建議，真的很攰。畫一下內眼線 ，Boosting 內眼線嗰個我是很敏感，我自己畫又好，人哋幫我畫都好啦。我是狂飆眼水，然之後狂眨眼，總之是不可以有嘢掂到我的內眼線。即係點解我一直都戴不到隱形眼鏡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接受不到有嘢進入我的眼，所以有關鋪面咩事？佢呢條片都冇出現。一個人生活其實真的很正，很自在，尤其是我覺得當所有東西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去處理去解決的時候，那種滿足感呢是好像真的你成為了一個大人，你覺得自己很能幹的那種滿足感，即不需要靠人。愛上了我的貨，感謝你啊 Samantha Wong， 你上了我鏡頭了。韓國有沒有給 tips 的文化？如果給錢的話呢就真的甚少，但如果可能是搬屋，或者是他送一件很大的傢俬進來，然後他可能幫你組裝的，或者是之前我這間屋轉場子的時候呢，搞定了的時候我都有給他們一點東西的，通常是給東西喝，可以給一些維他命的飲品，或者是韓國人最常喝的咖啡，或者是總之一盒仔的東西。如果沒有東西喝，可能譬如送個生果、送個橙啊，甚至乎有一次我朋友搬屋，那他家裡是什麼吃得的東西都沒有了，所以最後他就送了一對白襪給那個幫他搬屋的師傅。所以其實最重要就是表達那個心意，而不是你給了些什麼對方。因為韓國乾到不需要定妝就 OK， 但回香港或者去台灣我就會定妝。平時一人也吃這麼多嘛，嚇呢個份量算多咩？我覺得是正常份量，是不是因為碗碗碟碟太小，所以看落去份量很多？
好多人會用嗰啲 ring light 啦，但我自己都有 ring light， 但係我覺得出嚟嘅效果，總之我唔中意。咁我就通常咧會趁日頭嘅時候，咁我就會面向陽光咁樣化，或者係其實任何嘅照明都得。然之後我會盡量對住白色嘅牆，或者係買啲白色嘅反光板，然之後將個燈反射自己塊面度，咁咧成個。咁成個照明咧就會柔和好多啦。對，我自己都有用過，但系我反而中意黃色多。但系我自己覺得黃色呢一隻咧，成個妝感睇落去會比較立體飽滿啲啊。保濕嗰個功能我覺得差唔多，成個妝感睇落去會比較通透飽滿啲，所以我覺得係好睇啲嘅黃色。話咁快咧，我就已經收到佢哋寄過嚟嘅嘢啦。呢個咧就係玩具琴，哦，原來佢真係幾細口。嗰陣咧夾公仔嘅時候，真係勁想要。然之後仲有一個，好，首先第一個咧就係一個錄音麥啦，因為有時出去拍 vlog 嘅時候，即係由於地方收音唔係咁好嘅話咧，咁如果有支麥嘅話，應該都會幾唔錯嘅。幾日就送咗嚟，都唔止一個禮拜。真真，欸，这是给小朋友的吗？可能是哦。虽然佢嘅琴键系比我手指幼啦，系同一个宽度，好迷你啊！万众期待嘅 waffle 机，哦，佢有唔同嘅模具咯，原来。哦，呢啊，所以佢有三个呢啲模具。可能我成日喺片度话我好唔鍾意成日食同一样嘅嘢食，咁所以呢导致可能有某啲嘅网民呢误会我係食唔晒啲嘢就会倒呀，就会浪费，然之后话我好大晒啦。你可以讲嗰啲网民一定冇睇晒我啲片，因为每次都食得好辛苦。咁冇错的，而且个我係唔鍾意食同一样嘢，咁所以呢每一次都係非常之绞尽脑汁去諗点样处理我食唔晒嘢嘅。譬如好似而家咁，之前叫我炸鸡啦，嚟嘅时候食一次，然之后我将拆肉食咗第二次，然之后而家咧要你食第三次。通常我同一样嘅嘢食，我都要食三餐，想喊。我而家咧就要嚟试用呢一个 waffle 机，咁窿嘅就未，哇哦，窿咗，好香啊，超脆。蓝莓牛奶，我士多啤梨好饮啲。非常的好吃，哇！但我都用咁嘅方式嚟整面包，好好食。我觉得佢好味过用焗炉100倍。我觉得咁样嘅整法咧，即系好似 panini 咁样，我觉得所有食材会比较融合啲啊，
但係如果普通用焗爐整多士嘅話，會比較分開，個包嘅質地唔同咗，所以同平時食到嘅多士個感覺係完全唔一樣。我覺得我中意呢個多好多，我覺得我以後應該會成日用呢部機。我覺得好彩我有夾公仔。有点少的感觉，雖然是我自己製作，但很好吃。我的麵糊呢特登沒有落糖，因為今次我想配雪糕，還有因為士多啤梨啊這水果都是有甜味的嘛，所以我就特登不落，因為我不想吃得太甜。果然證明我的做法是沒錯的。